是想要崔俊强的微信号。啊，我知道杨斌想划了也划了不了，目的很鲜明是吗？对啊，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得感谢杨斌，因为加那展的时候，从参加这个节目开始，这都几个月了，然后加我的这个姑娘就特别多，嗯，然后但是你说这个家里面有买卖，而且平时吧我这人就不太爱聊微信，嗯，然后后来这个杨斌就不断的给我发信息问强哥，你这个你俩处的咋样了？你俩处的是不是这个有没有啥进展了啊？啊，你请没请人家姑娘吃饭呢？你看杨斌一直在跟进服务，是是不是啊？你看人家没人做的啊，有什么想跟台上的哥们们说两句的？先致一下谢吧。其实参加这个节目，我真的是特别感谢啊。我觉得真的就是现在这个年轻人普遍就是找对象特别难。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圈子接触更多的女孩，所以说有这么一个平台，其实我觉得你看电视这样的平台很多，但真的是觉得亲身经历了我才